行政法人国家运动训练中心，这个热身不简单，不简单了。我跟你讲，来了，今天怎么样？你说，先开始了。猜猜看，今天录什么？所训中心啊，可以叫得出所训中心，对，知道阁下绝对是清末民初的人才。不要在那边胡说八道。左训什么意思？左营训练中心，左营国手训练中心，这样懂了吗？好不好？当你到达国手等级的时候，国家就会培训你。没错，在这里面是这样子。好，那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入口呢开了一个精神抖擞的开场，对，我也稍微用过早餐了。对，事不宜迟，听说周边的选手已经准备了非常漂亮的、非常多的早餐要给我吃。因为他电话里面，我们跟他说，因为我跟你讲，我已经有打听过了，国训中心里面的餐点，那是我跟你讲，空军等级之上。真的吗？当然，当然，当然。讲一个认真，你会打羽球吗？开玩笑，你看，我光这几个姿势就已经吓死人了。可是这个是有点像是在模仿郭富城，你看，对你爱爱爱不完。是因为我后来我转偶像了以后。还没有逼不得已，没有参加羽球。不要再哈拉了。有一个通关密语，周天成选手现在哪里等我们？在精神牌楼，在精神牌楼下等我们。好了，出发了啦！一日羽球选手训练开始了。还想来一个那个有没有？来哪个？哪一个？好，哪个啊？怎样？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我跟你讲，鼎鼎大名的国训中心精神牌楼，选手约我们在精神牌楼下。你还没有什么确词想要放的？现在放没有？没有。我让你让他这样从远处可以看到我这样，整个这样撒下去，你看这个手臂可以拉成这样，好不好？八段锦，不要再讲干话。选手已经来到现场来了吗？来了。来，我们欢迎周天成选手。欢迎。好，哎，表妹，哎，含龙附凤盖什么东西？我跟你讲，周天成实在是我们国家的光荣，不用讲了，因为他的奖牌数实在太多了。我今天要印证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说？我早就耳闻说选手是木曜四超玩的死忠粉丝。哦，有这么一回事吗？谢谢，感谢周天成选手真的对我们节目的青睐。请问最近一集你收看的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就是试车员的。哇靠，最新的哦。那果然是铁粉。铁粉。那请问木曜四超玩里面一日系列你最喜欢哪一集？哎，我来替选手回答。你为什么要抢？你为什么抢他的风采？你听我说，你是不是想抢风采？因为选手是老实人，选手最喜欢的是这一集。那你第二集喜欢的？哎，你很无聊。哎，对面又来一位选手，对不对？我靠，他离这里有差不多30公尺。他这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你在 cue 什么。他这一趴根本没有要进来。没有，不用拍，不用拍。没有吗？ cue 不用。啊，是吧？没有。行吗？谁？熟人吗？蛮熟的。哦，蛮熟的。哦啊，这位是啊，老弟。哎呀，欢迎。算是今天的学姐、啊。欢迎这位选手。你好，我问这位也是选手之一。就说您介绍吧，麻烦您讲。对，就是我的金姐姐啊，金姐姐，大哥，大哥，请问怎么称呼？姐姐。不是 Helen， 我跟你讲哦 ，Helen 这个名字就是很美丽的意思。而且今天你们还刚好穿蓝色系。这好，真
真的 ，Oh my god， 真的没有约好，真的真的，不好意思，大哥真的没有约好。我想，我们现在先不要开玩笑，是是是，就是我真的问一个真正的，你要目测看台哥这个汉草，他有办法打羽毛球？可以好好锻炼一下，可以吧？对对对，今天台哥在国手面前，他一定会想说他要尽力表现。我怕他会逞强，就怕他在国训中心成为第一个训练到往生的运动员。不要再乱讲！哎，各位观众，真的不能这样子，他这個、很可怕，真的不能这样子。对对对。那我想请问一下 Helen， 有从事什么样的运动吗？羽毛球。那除了羽毛球之外，你还打乒乓球吗？不要再问了，没有了吗？不用再问了，没有了，不是，就这样。学姐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他今天就是辅助选手，然后辅助你。这我好喜欢姐姐来辅助我。好了，那就我们开始一天的训练了。姐姐已经人都不知道退到哪里去了。不要让我说有任何喘息哦。好，你是怎么训练，我就怎么训练的啦。对吗？好不好？对吗？交互蹲跳干嘛？随便啦，跳到 HIVD 没问题啦。HIVD 是什么？坐骨神经。我讲，髋关节溶解也要被打，怎么了吗？一日国训中心羽球选手训练。到底怎么这么长？你可不可以讲一个短一点？好，订阅，不多说，不多说。114万，停住了。来，大家注意一下，注意一下，注意一下，拍了，感觉到有一种那种啊，要来报道的气势，好不好？好不好？有一种气势。先不说，你看你，看你，看，怎样？他特地替我们做了一件，就替我们做木曜四少人队，后面还有我的名字。你看，台企完 ，Chinese Taipei， 我靠 ，OK。我跟你讲，你这个牌子没有猜就对，千万不要猜。还没猜吗？就千万不能猜，猜一下吧。不，我都选手了还不猜，不能猜。这件他还拿回去要干嘛？我跟你讲，Chinese， 我跟你讲，台北制度是这样的，台企完制度是这样的，你确定加入国家队之后就可以猜了，没加入之前是不能猜的。这还要退给谁？你说你是不是想说，因为后面有台志远，对啊，就没办法退嘛？对啊。我们会去看龙山寺有没有叫台志远的，你就顺便卖给他。我跟你讲，不要啊！帅什么？嚣张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怕，来场上来告我啊！他不会告我们，他只是发票寄给我们而已。这样子，好，那我上场了。来，没问题。Check it out， 来了啦 ，OK， check it out， 也可以战斗 ，Yeah。我想现在呢，选手要先带着台哥热身。巨星都直接脱鞋哦。脱鞋脱啊。你知道巨星其实有时候都不太能脱鞋。怎么说？因为他们都有垫高啊。那有垫高？我就是这么高啊。你就这么高？170.3呢？垫下来了。168.2。我的身高啊，一直都没有变，170.3。对。公斤是假的。167.3。屁呀、啊，什么167.3呢、啊？那个机器胡说八道，那个没有人比空军总医院机器更精密。你先拿皮尺过来量，170.3呢、啊。我跟你讲，170.3绝对有霸柄的。这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很简单啊。为什么？那我最后前面是怎么用？这个其实是筋膜放松的球。对啦，筋膜放松。是吗？这个这样太轻了，所以我们要站在上面。站在上面。足底筋膜炎的筋膜放松球卡啦。是，它要比较安全，高跟鞋式的踩上去。然后再往后退，因为如果你这放这边很容易就出轨。对，出轨。为什么两脚一直站才会平衡？不然通常大家一只脚的话，就你看骨头就歪了。对，我脚趾钉了。上下。你看选手手都没有用力，你手抓那么紧，要放松啊！放松。好，可以。啊！这个弯。这很棒哎！我靠，没想到我原来的脚是这么的累。对啊，承受这么多压力，我这压力好重。来啊，再来一下。而且我觉得一次比一次好。对，会。就是你前面那么。你跳的时候会比较轻。看到？对，看到，开始可以跳。对。我好像蛮喜欢这个球。对啊，这个球等下就可以。宋台哥，真的假的啦？你不要搞得好像我们是来凹东西的一样。你再问一下天成选手，你问一下天成选手说，我们今天可以。给多少东西？我需不需要把车开过来？国家选手已经很需要我们帮助他了，我们还 A 他的东西，像样吗？你这讲的我好惭愧、啊。真的，真的啊！来，
好，这个开始要棍子的热身啊，放在后面。然后呢，头顶有一个气球延伸，然后做旋转。它这边不能推，就是只能靠。哦，懂意思。对，就直接下来。就拉到后面大腿是对的，对不对？对，拉到后大腿，对不对？有一点，然后你再旋转。奇怪，为什么你做起来就有一种喜感？怎么会这样？呀，这样子。你手最后要这样子提，然后要回来，这样。对，然后再往上。那腿要站单脚。对，要单脚，你才能触发你这边的筋膜。啊，这样子。对。有。然后 OK 就换边。另外选手这样就觉得说在训练很帅，到台哥这边有点像是说在派出所，他右手被铐住，然后他说：“哎，不是我啦，啊，不是安怎咩？啊，你讲不是我，你是安怎？啊，你去叫，无啊，我哪会叫？我哪叫啥？哎呀，警察怕人哦。”后面的肌肉都有运动到。这很棒哎，就其实老年人在家里复健也不错。对，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都是练前面，那这个都是做后面背肌比较少。对，你才能 balance， 要不然就会这样圆肩。对，然后驼背，所以一定要做背的。选手是不是真的差不多？好，要即将好打球了，打球开始了，那我就不客气了，不要客气了。好，来喽，来喽。我跟你讲，球场上听说是尽量不要穿外面走路的鞋子，因为你的灰尘啊什么的，万一粘在上面的话会滑。所以特地帮你准备了一双。真假的？懂了。其实我们要穿这么厚的袜子，因为中间才不会滑嘛。这一双袜子穿完总不用再交回去了吧？不用。问菜要。来，大家注意一下，注意，台哥猜到什么意思？等一下还呢。我跟你讲，你这个牌千万不要拆。这双袜子再交回去，信不信我跟厂商拼命？现在如果我们后置上那个两位选手的世界排名呢，谁是世界前五，再跟一个排名76万的人打？什么叫76万？76万可能还保守了，你看一下，主力是谁？我打几个？你听开，你不要影响我。等一下，为什么他在下降的那一刻会让敌对？怎么会这样子？可能就多拍之后会有点花了，对不对？啊！还不错啦，其实还不错。好。大概就这样，就是他会一直发给你，然后就把它打回去就行。他不一定要挑，不一定要什么都可以。对，它是我们设定就是先给两个后场。很好。可以。他们是说天国会到。到了。请问一下天人先生，就是说像这样12颗12颗一组的，大概这样子练习要几组？每个都30到50，每个30到50，这才是刚刚开始。对，你刚刚就是刚开始的，然后我们训练是会节奏会比较慢，刚刚的节奏很慢，超慢。来，这个再来快，来快，来下去，来下去，再看，是国手的速度，还有国手快到了，天国快到了。这才是小 case。我们看天神选手来一个，哎，要给他面子，来一个最快的。这两个脚最，教练来了，怕了，不叫，不叫，要给他考快，我快过。懂了，因为他有跳，他跟我再这样拉起来，我来一次。等一下，我跟你讲，这样子好不好？这样说，没有你不服气，不讲，你也过去发，两个人对着这一个，
如果你们两个人发了，他会全部接下来。我又不信，今天现场的球员全买了啦。全买。嘿嘿嘿嘿嘿嘿嘿，我打过去了，你球速很快吗？跟像炸弹一样飞过来。这个我跟你讲，羽球真的是智慧体力的挑战。其实我请问我们可以回去了吗？还有吗？天成选手，这个是刚开始而已吗？还没有进入最深，它两边嘛，还有前面，然后还有全场。这个差不多是我们跟你说啊，那个说，阿杰跑一下差不多了吧？当然回去了。应该还没。然后老光，老光，来，等你啊，停啊。公园的话是这样，公园是这样。但选手请问，前面是什么意思？前场往上。哦，这两边。就是随便的跨幅很大，它跨幅很大，为什么跨幅很小？选手的跨幅，那个速度太快了。怎么会这样？这个球场仿佛就在他的圆的范围里面，他想要怎样就怎样。好了，我也来试试看，因为我刚刚大概领悟了一点。可以，转身。啊，很好。再一点。怎么了，达尔？这羽球选手真的不是人干的，我跟你讲。现在选手。我刚刚不是眼睛突然间有点花，这是正常的吗？是吗？就像艾迪吃的不够，还是我们现在放饭？还没有吗？还没有。放饭还有有一段距离。接下来今天是，其实还是多球了，就是看你要不要多球，看你有多少球来怎么做，在哪里呢？你跟我讲的位置怎么做？就刚刚是前面，对，后面，然后现在换侧边，就接杀。安心，对，有了，那个也有。教练，哎，最后怎么了？怎么了？亚伯，亚伯不是他的名字，不是，亚伯是长。你刚刚为什么在发球的时候发那么偏？是什么意思？没有要训练你，我觉得你有这个实力。真的假的？你刚看出来了？在你热身的时候，我跟你讲，谢教练，真的，因为你这很少人看出来，我真的是一个算是运动选手型，我是运动选手底子，我真的被娱乐圈耽误。我现在再回到体育界，好了，可以了，很多了。他要不要休息一下？没有在休息的，选手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选手说休息，我二话不说；选手说练，就是练。选手，你说现在怎么办？练，好啊！我跟你讲，你听我说，你要先了解。我跟你讲，怎么了？我不打骗人的比赛，真的，这样骗人我不行。我跟你讲，你先喘两口，我先让你当阿杰选手的位置，你来骗周选手，你就会知道说他是怎么弄。你知道那个脉络之后，你就会打。对，来，要注意哦，注意哦，选手，不要开玩笑。太强了！OK， 下一段来。
吹了。哎，你为什么这个要怎么了？你想休息一下？没有。是睡着。哦，怎么回事啊？什么东西？怎么回事？怎么会睡着？我刚才冥想，我在想说，刚怎么了？我哪里做的不好？然后你去阿里所有人发过一轮之后，你现在比较了解发的人的心态是什么？对，现在到了验收的时候，那我觉得阿姐选手对你来说可能还是有点太残暴。我请学姐，学姐 OK 吗？那你要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就左右，千万不要裂开，千万不要，好不好？搭配一些骗术，这样假动作。没关系，尽量骗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是这样，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练习。开始吧，来。暂停一下，暂停一下，怎样？为什么球来这里，球去那里，你都只有在看他？我很专心的要看这教练丢球的方向，是要他的眼神去判断他的球路。对，他有没有出假？懂不懂？哦，那没事，那莫名其妙。好吧。学姐，请问高雄有什么地方好吃的吗？其实我们等一下可以，是吗？不要分心。所以，学姐加速，丢球，不要管他，丢了，六个。好了，算学姐这样应该 OK 吧？有通过吗？通过。好吧。谢谢学姐。哇塞，叹为观止。乒乓球，嘿嘿，抓紧。漂亮，好球啊。漂亮，他脸好凶，阿姐，你是不是很害怕？在前面不要怕，我们当女选手不要怕后面的人。我是怕对面的球来，不是怕后面。是不是很少被后面的球打到？不会吧？几乎不会，是不会，是人生中少有的。所以你要小心，有些时候人家会从后面打球过来，好不好？要练，来。你刚看到没有？我连杀三个不得！走了！有！请问对？我的妈！周选手，这种一个打三个或者一个打四个的这种训练，平常也是常态吗？常态，这样节奏比较快，他们就可以定点杀嘛。你要接的难度就比较高。而且我刚刚听你想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你说，看你们刚看场上五个选手打下去，其实是对你来说是不公平的。怎么说？因为你的老花300多度，老花紧绷就是300度，没有这300度，左300右300，没有。我今天如果给周选手戴整个眼睛这样整个灰 Q， 他就没办法打了。但是你却打得到，比如那个球从天上来是分成9颗，你就可以挑出哪一颗来把它打回去，真的是强哎！讲这种话真的是这样，讲这种话说我是真的，是真的那种球影分身的，再把它打回去，真的。我要去分别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是这样。其实照正常来讲，一对三这样子的一个打法的练习，大概都会打多久？20分到30分左右。那你这样总共这一天，其实这样弄来弄去，请问大概几个小时？最少5-6个小时吧。那我们这样训练的算是有2个小时了吧？可以吃饭了吗？还有一个做一个训练才可以吃饭。来。Good。 漂亮。OK 了 ，OK 了。Good， 快讲了。我也来一个啦。
第几颗球的时候？4732。哎呦，能打到都很厉害了啦 ，OK 了啦。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天神选手平常的训练真的是很多，不懂羽球的人真的是这次认识。是啊，是啊，是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还没结束？没有没有，还没。我跟你讲，选手是放水再放水，稀释再稀释。怎么说？本来是很浓密的，后来选手看到你的状况，一直调，一直调，一直调，一调，后来紧张往上死掉就没有。然后现在呢，终于他自己给自己找出了一个下台阶的梗，就是让你插到那个罐，就可以去吃饭。现在我们要去看看金牌选手在吃什么。终于到吃饭，12点的冠军餐吃什么？下午还有练习吗？有，吃饱一点。好，就这样。直接进了，吃饭了。来，哇，太好了，太好了。对，在扫空，怎么有种当兵的感觉？对啊，所训中心就是这样啊。这个鸡肉条哎，其实餐厅最好吃的是这个。我水果可以等一下再来拿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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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海哥，在正式用餐之前呢，我要请一下营养师来讲解一下，说为什么冠军餐是这样设计。你好，怎么称呼？叫我小潘。小潘，潘营养师，大概他们每天要摄取多少大卡？像小天这样子羽球选手，一天的热量大概会落在3000大卡。你要3000大卡吗？对。那这些餐都是精心为选手调配的。对。每天换不同的菜色。每天都要换不一样。我们有选手是要增重的，也有要减重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刚刚领取餐的时候，看到餐台上面其实有一些热量比较低的，或是热量比较高的。就是针对不同的选手需求那我这个是增重的还是减重？像羊肉就是属于脂肪比较高的，所以是比较适合在减重的。不是羊肉好好吃哦，靠！他已经没有办法听你讲一些有的没的了。各位看一下，在现在在背后坐的每一位用餐的年轻朋友，他们全部都是国家的国手。而且这一间餐厅简直可以说是全台湾体脂肪最低的一个餐厅，忽然间觉得有点感动。尤其是大家看一下后面这两条，自我期许世界争霸，我决定要跟这个布条合照一下，希望我们今年2019也可以世界争霸一下，太屌了 ，check it out。怎么样？你现在选手就对了，要午休。对啊。不然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带你去选手的宿舍稍微看一下，可以啊，也可以跟选手借个位置睡一下，搏一下，可以啊，就星级嘛，对不对？就星级，就星级，好不好？切一道，切一道，看一下了。用完餐之后，短暂的休息时间，我们来到了选手的宿舍。对，一般来讲，这种宿舍揭秘都是女生。但今天我们特别来揭秘选手的宿舍，因为我很想知道他是在哪一个位置，用什么样的角度看一日系列，我很好奇。选手，为什么你要放一颗羽毛球在这边？是说你是什么选手，你就会放什么球？篮球就挂一个篮球，铁饼就挂铁饼，然后你就挂这个。铅球的就挂铅球，是这样子吗？嗯，可以，就是晚上还可以练一下。是吗？晚上练一下，就随时随地看得到，说我是一个羽球的选手，我要拿羽球的世界冠军。你会用电脑看一日系列吗？会啊会啊，真的、啊。用电脑。我们的帽子 ，check it out。你怎么会有？我们给的吗？对对，谢谢谢谢，真的很棒。啊，休息一下，快点呢。休息了啦，下午还要训练呢，先休息一下。而且我听说，我听说一个，你到底要不要卡？你要不要休息？听说重点是什么？这些国手都是我们国家的瑰宝，他出去代表国家赢得一面金牌，你知道是让全世界看到。你这些国手不让他们每天伺候他们伺候的好好的，怎么行？你其他那些龟、那些狗官那边伺候他们。我们运动完都会有一些。对对，你为什么转移我的话题？因为他们的人在这边不太方便。OK， 那我请问你一件事情，我以前听说啊，很多体育署或是相关的官员出国，他们都是坐商务舱，我们的选手都坐经济舱，是不是这样？这个不好说，不好说，没听说过。为什么他们那些狗官不去做扩仓，然后让我们的选手好好的，真的尽量去比赛的机会大的选手，
坐商务舱，让他们舒舒服。然后当庆功选手好不容易拼出了金牌，关一下，哎呀啊，不会，恭喜啊，不会，是不是就这样？不要来哈拉的咖了，还想着有的没的。好了好了，休息一下，休息一下。Growing up is just a drag。 怎么样怎么样，老人已经快不行了吗？来了吗？来啊，来来，没问题，来啊。而且你竟然换上了第二件衣服，前面已经整个，我刚刚在拧的时候就已经出水了。但是我经过中午吃了这个国训中心的特餐之后，国训中心冠军餐，冠军餐真的是好吃。你已经冠军了吗？太好吃了。下午到底要干嘛？体训，每趟都跟你讲。体训啊！体训啊！好啊，体训又体能训练。我早上那还不是体能训练，那叫热身，那叫对，那叫技术训练，那叫技术训练。现在才到体能训练。我跟你讲，来，没在怕，就要术业有专攻。我们欢迎阿弯，阿弯，阿弯。那等下我们会做一些热身的状态，让你再火化起来。可以火化起来吗？火化起来，火化起来，活化，不是火化，不要再乱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老人家对这个比较敏感。OK，active，OK，active，OK，OK，OK，火化起来。OK， 开始。拉伸，对，拉起来，蛮可爱的，像超级玛丽。那个什么，对。阿弯嘞，你讲嘞，你讲嘞，够准调嘞，上面台歌怎么，一下要火化，一下要怎么的？你想不懂，奇怪，为什么这样？接下来有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做唤醒它核心的一个部分。你先弄我，你要讲，我先讲。对，然后我就会推你了，这样。对，然后我会换。这样子动作，好，然后另外一边，对，好，这样去做它，哇，这边，可以吗？可以吗？可以，有吗？可以，有哎，又有抵抗它，要唤醒，有，它要瞬间知道我，瞬间那个发力有，那我帮你，好，现在用力一点，那你在谈感情怎么这样啊？前女友在吵架，讲啊讲啊，看旁边，讲啊你，你干嘛看我？看我，你看我嘛，看我，看着我，看我，叫你眼睛看我，看我你 ，OK 了，你像整个烧起来的感觉，烧起来，果然有火化的，有火化的感觉吗？推进整个人火化起来，等等，我不要讲这句的。真的是辛苦了，来喝口水。从早上到现在都在热身，我到底在热什么身？我到底要热多久？他的血栓帅够啊 ，Amino Valley， 这里是 Amino， 可是这是电解质哦，泡水，这可以直接吃。BCA 是什么？就是氨基酸，这是补充肌肉的。正式比赛之后，这可以喝吗？可以，就是在赛中补充了，可以吗？这里有血啊，前中，然后就建议不要吃。其实就氨基酸的味道，酸味啊，氨基酸有卖，好了，迅速的这个氨基酸补充以后呢，整个人体力恢复，有没有？这个整个皮都拉上来，提上来了，因为它氨基酸往这边走，真的假的？鬼用一下点，接下来做的项目是，我们先做一个反应的训练，那来让你更集中在后续的这些碎步的跑动的时候会更安全一点。那我就示范一次，吸，头，肩，吸。怀强，哎呀，哦，两个人都已经练过了嘛，来，徐姐来，我们来，这可以，徐姐，平常有在练习这个方面的吗？平常没有，第一次练习，我们也是第一次练习。台哥真不愧是高明。因为找学姐玩这个游戏，在气味上有所突破，视觉上有突破，有5%的几率有可能说抢的时候手会碰到。哦不，我们要小心这个，不行，避免，要避免。来，头、肩、膝、踝、头、肩、膝、墙。我觉得学姐手好像比我长一点，所以我应该要再缩短一点，对嘛？这样差不多。好来，肩、膝、头、踝、肩、
吸，头，肩，吸，吸，吸，头，墙。嘿嘿嘿嘿嘿 ，OK 的，我真的懂了。好，我现在挑战天成选手，真的假的？真的，不好意思，我要来复仇了。来喽，头，肩，吸，踝，踝，肩，头，吸，肩。踝头墙，差一点，差一点。这个屌，这个，这游戏好玩。陈百强，你过来，过来。你过来。肩，膝，踝，踝，肩，头，头，肩，踝，墙。厉害！我跟你讲，因为他是腿整个完蛋的，其实我赢他也是胜之不武。阿亮来，哇！头肩膝膝，头肩膝踝墙。哎，我不行。有抓到一点吗？抓到一点吗？抓的。请问一下，全线还在暖身，要进入到跑动的部分了。现在才要进入到跑动，對對對，我刚还不够动。不够，不够那个。我靠！来，进入，进入，来，来来来，等一下。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了？哎、欸，怎样？我跟你讲，怎样？这个训练哈，一天下来啊，真的是不比半马来的轻松，真的是要死了，真的要休困。这个教练是要做几组啊？通常选手他们会做到十组，那我们今天大概做个五组就可以了。好，来，没在怕。好的，包教练，接下来我们要练的是反应的训练，对不对？对，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比较专项的部分，是，那会透过一些运科的仪器做一些灯光的反应刺激，然后再接打球的部分。好 ，start。小龙做的漂亮。OK， 算不错吧？不错、啊，台哥表现不错哎、欸，数据显示不错哎、欸。我靠，台哥还可以啊，这蛮好玩的。你来，过来。我看你玩觉得蛮好玩的。你来，你来。所以我想问一下教练，刚刚我们那个开的还算是慢的，对不对？对对对对。训练选手的话，正式的速度呢？一秒以下了，这个大要一秒以内就要完成，就是他的触碰完下一个灯光讯号出来的时间，我们可以看看来大概是多快，请天成选手示范，谢谢。然后快了，我看快到他让他难过，我靠。哇操！你有看选手的脚吗？他那个步伐简直是迷踪步，他一直在迅速加速，然后迅速刹停，迅速加速，迅速刹停，太强了。那个尽量快，我没有问题了。来，好，开始。喂、欸，有训练感觉。没了，没了，又亮了，又亮，又亮，又亮了啦，洗掉了啦。哎、欸，你有种自己感觉自己反应很快的感觉吗？有啊，
可是最后真的跟不上，靠，这节奏真的太快了。哎、欸，我觉得这对你来说不只是体能的训练，他连你的脑都照顾到了。真的太快了，这训练。我跟你讲，差不多两组差不多了。OK 啦 ，OK 啦。好，那就下一个吧。下一个，来。我就是江湖上人称双蛋，双蛋什么？瓦斯吗？双蛋瓦斯行的老板啊。我们这一项要做一个他技术上面动作的一个修正。有点在霸凌他的感觉，没有训练到。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就是放在这边，然后你闪的时候不要往旁边跳，你就是用左右去闪，这样。可以，有帮助吗？哪个你觉得？我觉得我是脚的反应不过来，眼睛反应得过来，可以，脚反应不过来，对。我想请问一下，我今天这样训练，这样现在到现 so far 现在为止，大概你们的训练完成了多少？60吧，有60%了，才60%，我搞了快死了，才60%。对对对，来，因为我们卡掉很多嘛，所以不用卡，来再来，还有已经卡掉很多了，正常没有问题，没问题，来。到底来讲下一段会是什么？就是重量，重量，我的专长来了，重训好不好？重训开始，这个。我们录了一整个上午啊，虽然说训练有配合台哥的体力删减掉一些东西，但是我从旁边看，然后跟这样参与的感觉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累。所以你可以想象选手真正的训练的每天是多可怕。刚刚的好几个训练，不仅是要乘以两三倍以上的速度跟两三倍以上的量，它甚至还有删掉的项目。他们现在告了一个段落之后，还要来重训。那刚在走的过程中，我就忍不住，我就问了选手说：“请问你除了羽球之外，你有别的兴趣吗？”他很快就回答我说：“好像没有。”我说：“那你会有放长假的时候吗？”他想一下，他说：“就算放假，他还是必须要不断的维持活动身体，所以他没有。”也就是说，运动员这个职业真的是全心全意的燃烧自己，投注在这个上面。这个行业如果是替我们的国家或是替我们的民族争取很多荣耀，或者是燃烧他自己追求一个什么的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尊重他，我们尊敬他，或者是说国家可以有更多的补助。给这一群在逐梦的人，我觉得真的相当的不容易啊！现在台哥感觉是已经做好要当馆长的准备了，我现在过去看一下。这样，又没几组，你就在那边入定，是怎么了？我跟你讲，最主要是这样，因为你我刚刚啊，真的是没办法，也不是砍拖。跟所有的广大的粉丝讲，真的没有砍拖这件事。我你想想看，我早上到现在的认真的程度，不是开玩笑的，好不好？有位你看到的，你说两句话。这个台选手，今天是这个平成年号结束没多久，算是你首度挑战世界积分排名第三名的天成选手。其实我觉得能够跟天成选手对战呢，我觉得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希望今天我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比方说他有些球路就是很快，这样，可我今天可能会用慢速球来牵制他吗？牵制他。今天这个算是一个跨年度破天荒的挑战，是因为像通常可以挑战单排前三的选手，你至少也要有前十的实力会比较好。我前786751，排名第全球78万的选手就挑战单排前三。哎，我跟你讲，你就不要被我弄到一个20-20苦战，最后24-22。我迅速马上排名世界第二，这个雪片般飞来，你知道吗？访问？哎，没有，不要，卖啦，你去报那个什么白菜奈奈好了，不要，不要报，贵妇奈奈，贵妇奈奈好，不要，娜娜不就是白菜吗？好 ，OK， 好 ，whatever， 这样。好，那台选手这样说，天天选手，你有什么？
快，很少人这样录了，对不对？很少有人单分开远一点哦，快的时候全部都被对手听到了，被听到。我这样怎么还打个屁啊？你这怎么弄？莫名其妙，这很剪掉，这很剪掉。好了，那我跟你讲，废话不多说，比赛开始吧。我们先来一场了啦。但是我真的讲出了内心的话，我能跟世界第三，我们国家的这个了不起的代表队的选手能够交手，光是握手就已经很荣誉了，还交手。还交手，今天希望两位是一个君子之争。我希望两个赛前可以先握个手，这样。先握手，好，谢谢，多承让承让。承让什么？不是酒，你真的是承让。我应该是酒仰，我真的承让什么鸟、啊？不敢。我想，但你今天不一样，因为你经过一天的训练，我觉得你的羽球的技术跟早上九点比起来已经大幅度786872变786869，有四个老人已经被你击败，真的哦。他不甘心也没用，变这么强。就是输来了吧，好了，总是最后一天的训练下来，还是要跟周选手对战一下的，因为让周选手来认证我有没有机会成为国家代表。快点呐，我们憋笑忍不住啊，不住吗？对，开始，你怎么憋这么强？对战开始，决定好。现在的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中华台北的周天成对上中华北投的台纪元，台纪元选手代表北投区出赛。好了，两位选手请致意，比赛即将开始。是这样的吗？好，可以，好，比赛开始，比赛开始。怎么可能？什么情况？北投区的台纪元表示说。他没有看到球，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球不见了，怎么可能？周选手，好，我得一分，换这边，1-0。好，周选手的球，哇，好漂亮，2-0。现在北投区的台智仁选手看起来有点自暴自弃。好，周选手发球，漂亮，再来一，一队。怎么可能？漂亮，把球传给我们的蹦嫂。对啊，乖啊！什么事？什么事？这样打下去不是个办法。不是个办法。因为我觉得很明显的，他已经用很慢的速度在跟我打。你是不是想商量让分？现在是这样子，你只要得一分，就算你赢。但是你是不是觉得，即便这样子，比赛还是不公？真的不公。要再多让一点吗？我觉得让分哦，你要让一下。比方说。我拿羽球拍，他拿网球拍。好的，现在比赛依照北投区台智仁选手的要求呢，周天成国手已经换上了网球拍，这是网球拍跟羽球拍四季对决，前所未闻，空前绝后，以后应该看不到。现在是由北投区台智仁选手发球，1-0。哎，怎么了？什么事情？他怎么打那么偏啊？飞蚊症，飞蚊症这边的。怎么了？哎，4-1。嘿，漂亮！比赛结束，天成选手获胜。我觉得你喘，我听你讲，因为选手在国训中心。本来就很容易接触到网球拍，他深刻的怀疑平常选手就用网球拍在做训练，比赛不公，对，是不是这样？如果能够用乒乓球拍，这样子呢就比较公平一点。他用乒乓球拍，你用羽毛球拍打羽毛球。好的，现在北投区的台选手信心满满的回到场上，这是一场乒乓球拍对上羽毛球拍的四季对决，强五。1-1，这个天成选手因为手的长度改变，现在有点不适应，正在习惯当中。竟然还有杀到，嘿！飞起来，4-2。好，比赛结束，天成选手获胜。
北流区，你还有什么意见？不是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哦、喔，你现在传，我帮你讲，我帮你讲。周立手在国训中心很容易取得一些桌球拍之类的，他深刻的怀疑周立手平常就有用桌球拍在练习，对，所以还是比赛不公。对，如果他能够用平底锅跟我决战，然后能够赢我，我就没话讲。平底锅，我还没有给他砂锅、喔，平底锅 ，OK。好的，现在北投区的台选手满脸的笑容回到场上，看看他这一次是势在必得。台选手发球，1-0，平底锅对上羽毛球拍，只有在爸妈吵架的时候才干得到。今天我们竟然在球场上看到此等奇迹，天选手发球。漂亮，发球失误，一平。果然平底锅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驾驭。1-3，场边的观众有一点出现看不下去的情况。Yes, yes。干什么？干什么？他拿的是平底锅，你干什么？哎呀，这是有进有进吗？没进，没进，没进。哎呦喂啊，4-2，紧张了，紧张，紧张。场外的选手无一不帮周天成选手加油，用平底锅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第一届平底锅大赛。冠军是台选手。大会现在传来情报，怎么说？你是平底锅羽毛球界现在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在打，太厉害了！恭喜台选手。基于刚刚那个平底锅大赛，我们感觉有点胜之不武，而且毕竟最关键的一球是，怎么胜之不武？我真的对不起，你讲的对，我讲的不好。好，你讲你讲。刚刚是有点基于平底锅大赛有点下流无耻，所以我们决定呢，而且是出自于那个选手自己发球失误输了比赛。我想说再加一场比赛好了。所有选手呢特别为了老花眼的台哥，因为怕你炫光，他特制了巨大的羽球拍给镜头看一下。根据我的同事表示，简直是马里奥网球里面吃到巨大化，我是不懂这什么意思。现在两位选手用巨大羽球拍决胜负，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啊，因为选手不熟悉，你也不熟悉，算是很公平的。对。哇！哎嘿！1-0，漂亮。台选手发球。哎，漂亮！立刻追平。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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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没进，没进，没有，有过可是奥赛。哦，奥赛，漂亮，3-2，3-2来。啊哈！啊，可以了，可以了，直接算我死，直接算我死。哇！啊哈！怎么会这样？紧张哎！哇！好，下面第一届。大拍羽毛球冠军台志远，你现在真的是世界排名第一，然后选手排名第二，因为只有你们两个人在打，没有人在打。在这一次公平公正的比赛当中，台选手获得了胜利，真的没话讲。有什么感言吗？推广这个大拍子的羽毛球，可以让很多拿小拍子打不好的人充满信心，重新回到球场。选手经过了一整天的相处，你觉得身为52岁的现役选手台志远一日国手的表现怎么样？尚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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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还有空间，对，就是还有训练的空间。选手不能自满，要有一定的空间去进步。是是是，对对。好了，又到了我们一系列最紧张的这个时刻，我还是不免说要来问一下周选手，请问，根据台哥这样一整天的表现下来，你觉得台哥台选手有没有办法当你姐姐的男朋友？请作答，请作答，请作答。可能。有点困难。谢谢周选手，哎，哎呀，死嗨，哎呀，死嗨。没有，最后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周选手最后在东京奥运2020拿回金牌，冬奥夺金，替我们国家夺回羽球的金牌。好，那个小时，谢谢，谢谢。OK 啦，被感动了。一日羽球国手，你就说一日平底锅国手成功啊，因为真的不知道你算举，因为。
我们今天看周选手整个的训练，他不管是训练的量还是值都太可怕了。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没有办法去复制学长的工作，因为他才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而且我们也学不来。对啊，那应该这样讲：一日大拍羽毛球选手成功，成功。好，所以我们也代表木曜四少文呢，把我们的精心设计的 T 恤送给我们的周选手，谢谢，谢谢。我是想说这样子啊，如果不嫌弃的话，对，我们这把日经风霜的木曜赛就送给周选手，因为他毕竟是我们节目的粉丝，粉丝好不好？希望你就带着这个木曜赛去击败他们，好，好不好？好，没问题，谢谢。感动，鼓掌！谢谢。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姐姐，今天特别来这边。哎，拜拜。哎 ，OK， 哥，刚刚好，是时候。OK， 切掉 ，Yes。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有觉得说爸爸妈妈在培育一个运动选手，就是说一个家庭，如果要培养一个运动选手上面，有比较什么辛苦的地方，跟一般的家庭相比？可能就是爸妈会去吸收一些资讯吧，就是看哪些学校比较适合就读，然后哪些教练可能比较对他有帮助，就会特别为了去追寻教练而去转到那个学校。比如说像小朋友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训练运动，他是会不会有一点是父母的愿望加注在孩子身上？我们家爸妈都不是羽球选手，爸妈反而不是 push 他去朝这方面，反而是跟他讲说你不想练了是不是？那你就不要练啊！你不喜欢的话，那就不要啊！反而是他自己坚持哎、欸。哦，真的。对，就是他就会觉得说他不要放弃。就是体制上有一些瑕疵啊，那就是大概雪中送炭的人很少，那锦上添花的人很多啊。说物理治疗是这个？没有，我说选手的努力的过程，所以你只单靠选手的才华，其实是没有办法让他们上颁奖台的。我是2012年的时候，跟他开始合作的。那个时候的环境跟现在比起来？就是没有像现在很多球队都会配防护员啊，或者是随行的物理教师啊，就很少。Qualify 参加奥运，你当选国手，就是你成绩很好，那国家就会给你资源配给你。可是当选手他是小选手，他成绩还没有那么好，努力在爬的时候，其实他是得不到这些资源的。所以我就做了很多的 volunteer 去帮助那一些年轻有潜质比较小的选手，他们分不到资源的，所以我就是去做义工，所以我是在做义工的过程认识周年成。他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明星选手，他不是走这个路线，他觉得今天他有这样的影响力，他觉得上帝给他成绩是他要回头去兼顾那一些当年跟我们一样年轻有潜质的小选手，所以这是他跟一般选手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看一日他会觉得很舒压，所以他常在那个球场就是看着他都那种笑得很忘我，然后我就会觉得哇，这一日真的对他是蛮疗愈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努力的要去拼斗要拿到成绩？因为我们要回来去让这个体质更健康，我们要做一些改变。就其实你不管听到什么风风雨雨林林种种各种事，你对于羽球的感觉是什么？一路走过来啊，就是觉得帮助的人太多了，我也想要改变这个大环境，就是我自己小小的影响力，然后我觉得可以不只是羽球界啊，我觉得甚至让整个体育界啊，照顾我的物理治疗行业啊，防护方的这些行业都可以，大家都可以互相帮助，大家都可以很有心的去做这一块。就可以感受说我现在必须要好好努力，然后让这些大家看不到的事情可以让大家看到。羽球对于你来讲是什么？我生命中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跟他度过了这样子。羽球是你 a part of your life、yes. 将来这个如果你转职之后，你能够带起我们更多的羽球的这个风气，然后带出更多羽球好的选手，以你为一个我们这个最好的借鉴，好不好？是，谢谢小天，谢谢。我告诉你们，木曜赛有多厉害！今天周选手要表演用木曜赛杀球给大家看，请。漂亮！看到了没有？刚刚如果平底锅
选手还打赢的话，我们下一把就是木曜赛。真的很轻易，真的。